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来开启一个新的系列。这个新的系列呢，叫做“整人计划”。我们这个系列的主轴呢，就是要提升我妈和我妹的生活品质。学考哦，要让他们觉得每天都在过年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成为一个整人大师。哥哥，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？OK。仔仔，你下来一下，我们来玩游戏。你俩就知道很好玩，快点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猜拳，输的在前面，然后剩下三个人在后面扒他的，就一次只能扒一下，然后在前面的人就要转过来猜是谁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来你们其中一个扒我的头。他妈的，就是你啊！猜对了吗？是啊。妈的，就是你，就是这样子猜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都要诚实。也不爱。剪刀石头布。什么鸟？死定了！你呀、啊？为什么啊？他妈的啊！来！笑了！你是不是听到我笑声发现的？干！我开始笑了，这我觉得八小骨头很好笑哦。Smoke weed every day. 什么水饺？这个一卤是吗？啊，干！好感觉，干！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拜文君是哦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是手打的吗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？这个东西真的是手敲的吗？是你啊！干！这是什么好笑啊？是你啊！你拿缩小了。
跟一杯可乐，跟一个曼陀珠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重点呢，就是要把这个曼陀珠啊做一点手脚。傻小啊！怎么办？快点！打一个洞之后呢，再把有穿线的这一个，我们把它传过去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会制作出一个穿有线的曼陀珠。一瓶可乐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一个曼陀珠放到这个盖子里面，做成一个深水炸弹，盖上盖子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线给它修掉，让别人看不出破绽。哎呀，舒服的一天。跟隔壁邻居讲说，这两个智障在冲他笑。哥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，上一次啊，把我箱子都搬到妈妈房间，是不是？我去叫他，我去叫他。哥哥，出来聊天啊。来哥哥去啊。你怎么做这个？就欣赏风景啊，这个闲情逸致啊。好，买三明治啊！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坐坐坐。这边这边，聊天聊天。这边这边这边。在考验我是不是？你知道？我讲啊，这一身不是肥的哦，这是鸡的，好不好？别嘴炮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，这个可乐，干杯啦，好不好？干杯，你太冷了，干杯啦！一二三，干杯！小小啦！你是放错了吗？你是不是这瓶要给我的？你帮我的？对耶！还想搞我啊？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好喝吗？可怜，可怜了。Jack it up.